coup dans la tronche d'un mec. Tu viens de donner un coup dans la tronche d'un mec. Genre avec ton parapluie. Genre, ouais. Tu as... Il est devenu borgne le mec. Pourquoi? Borgne si tu lui as crevé un œil. Ouais, voilà. Manu, il va devenir tout comme ça, il va dire.哇，这个水太厉害了！真的。哎，你发现了？我发现了。Qu'est-ce qui se passe si ça inonde ? Bah, c'est la catastrophe. Ouais, mais ils ont rien volé. Bah, c'est ça dans les bâtiments. Oh, that's it, huh?
Ça va bien. Là, quand même. Look at the beautiful transparent water. It is like ASMR. Observe the beautiful nature. Look at that crystal clear water. 你看，他已经不清楚。因为这里的 ，no， 他不知道。对，他没有 contrast。对，他没有。It's too hard to zoom。你看这，哎，这个能看到水滴。你看前面，这里清楚些。好，能看到。这有湖水，你看，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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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啊，等会儿，等会儿，这边，弄，这边，完了。来，给你，哇！能看到水滴。妈妈来这儿。可以。OK， 三万块。咱们说是 calcium and magnesium。哦。Calcium, magnesium and algae。真的还能喝下里面的那个碎碎的吗？那我好像忘了谁了。哎，这回是谁？哎，这回是谁？那部电影吗？妈呢？哦，妈呀，妈妈。哦。现在来了，高速上了。啊，真的葫芦了。妈呀！他们身居峭壁之下，湖面修长，清秀安逸。这里因山高谷深，所以阳光要很晚才能照射到，因此便显得有些晒。夏秋季节，草丛里繁花似锦，黄的、白的、红的、紫的，星星点点，摇曳多姿。水鸟在花海中悠游，或发出几声舒朗呼唤，更使鼓声很悠。秋天野草低垂，远远看去，给人一片温暖的欢喜。特别是雨天，淡蓝的雨雾徘徊湖面，携雨似千万只银箭射入水中，溅起一道道碎环，呈现出一种瑰丽的景象。在公路两旁还可以见到分布众多的红桦树，这种树木是喜光耐寒的落叶乔木，它以自身的浪漫色彩点缀着风景如画的九寨。红桦树的特点在于树皮呈红色光滑，可以层层剥落。它的生长环境一般是在海拔1500米至3800米的高山地区，主要分布于四川、河北、河南、台湾等地。注意观察的朋友就会发现，在九寨沟风景区也有较大面积分布。桦木林是九寨沟最重要的次生森林，在三槽沟两侧原生林采伐后，红桦树是森林恢复重要类型之一。
桦树由于木质坚硬，所以作用很大，可供建筑之用，也可用于制造家具、厨具、胶合板等，还能用于侧板地基。树皮可提取桃胶和桦，这个有一点像 UCMT。 而在这里，当地藏族人进山去找放水源口渴的时候，便从红桦树上取水喝。红桦树除了以上实用性之外，还有它的观赏性，和它的红色的树皮刺激夜色的变化。亲爱的游客朋友们，为了您的安全和游览质量，请配合景区工作人员的工作，遵守景区的游览秩序，在等车和游览的途中注意以下安全事项。请您礼貌搭乘观光车，不要随意留下站台，不要翻越过天鹅，请您和车身保持1到2米的安全距离，请勿追赶车辆，等车停稳后再上车。乘车时请依次排队，礼让老人、小孩和孕妇，不要拥挤推搡。车辆行驶中，请您抓好扶手，注意安全。
忘记了。
小心。跟你开玩笑吗？你从这里。Tu t'es fait en fait, tu t'es fait en fait.